李先生的房子143平方，总价将近340万，去年11月26号精装修交付。他说，当天就发现客厅卫生间的吊顶在滴水，反映给开发商后，对方找人来修好了。大概过了10天，他们在房子里打扫卫生，楼下业主找上门来，说我们家，厨房里水就漏到他们那个厨房里面，然后马上把物业人叫过来。可能当时物业是他们是上午，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原因，然后后面呢？就是，又重新叫了一批人过来，然后把我们的卫生间，就是把我们那个厨房，就是那个水管以及那个墙壁那个瓷砖都砸开了，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钉子把那个水管砸坏了。这个是他说的是当时装修那个工人啊，装修工人可能没注意吧，里面可能不是墙上不是有钉那个钉子的吗？把那个水管给那个砸坏了。李先生说，这次维修持续了2天。今年1月1号，一家人住了进来。4号那天早上，餐厅顶部又开始漏水了。然后漏得比较严重，因为前几天的话，可能漏得比较少，没注意。后面的话，它直接是一滴滴滴，就比较明显的，就是水滴流下来了嘛。然后后面把物业人叫过来，然后就掏了2个洞在修，今天还没修好，就这个样子嘛。那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次的话就是也是那个水管嘛，也是水管破嘛，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交房到今天为止，一共出现3个地方破了嘛。餐厅天花板上有块区域是新补的油漆。李先生说，房子的装修款算起来要43万多块钱，2个月不到就有3处位置漏水，不停在维修，希望能够得到补偿。第一，你肯定要把一些人再叫过来，把我们的房间再重新检查一遍，然后给我们写好保证书。不要说，如果说以后再出现类似这方面一个漏水情况，那一定是否要给我们相应的一个赔偿，对吧？然后其次的话，就是那我们住进来就买几天嘛，那我对应的肯定是要他们给我再免费2年的物业费嘛。记者跟李先生找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，领导不在，电话联系上一位王经理，他说自己只知道餐厅顶部漏水的情况。餐厅顶部上次修的时候是那个自来水管和那个接口是没接牢。这个我昨天跟李先生也说了，你说这个你房屋漏水啊或者怎么样啊，毕竟这个是房修问题吧，这个房子也不是物业造的，你说这个让我减免物业费，这个是感觉是不是合理。西房航宇陆辰苑售楼部的一位销售人员说，这件事由负责工程的同事对接。李先生带记者找到了工程部办公室，没有找到负责人，拨打工程部一位周经理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记者给周经理发了短信，也让物业的王经理帮忙对接一下，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。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